早安，今天是2019年的5月16号，我刚刚去拿早餐，这是我的早餐。大口，嗯，你那什么表情？我就在想，你干脆要不要干脆就展开这个项目？典礼的时候，那个居民会拿到的小红包袋，你看它亮亮的，你给镜头看，真美吗？就像我一样，有头发，是什么造型？那个清纯女高中生。我看你刘海分一层，又是一个完整的刘海，再一层，还可以再一层吗？还可以啊，还是一个完整的。不能再多了，你头发，头发底下感觉可以藏很多秘密。你是把它吃那么生气？我看你的爸爸怎么那么大、啊、那奶球一样大、哦、什么球、哦、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全才你笑什么？可是你现在是毕业品。你爸是不甜啊？我突然想到我有这个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切那什么麻辣粉？所以我就会随时携带这个。你刚刚下去捡东西的时候啊，你的头顶的布丁好大颗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可以切麻辣给我吃吗？好厉害哦！谢谢你。我的大学同学有聚在台北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参加，好想念你们呢、哦嗯。今天凯工作会到很晚才会回来，然后不知道我会不会等一下就睡着了，可是我还没有吃晚餐。然后就是我最近刘海越来越长了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剪，因为我想要等那个去日本之前6月的时候再一次给他们处理我的头发，感觉这样子造型也都比较好做。过了半个月再撑一下下又是新的开始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晚安。